报告。太君，几位太君喝了还真不少啊。但是太君啊，这个花姑娘，她真不行啊。报告。太君。太君，是这样，那个这里的花姑娘不好，外边的花姑娘大大的好，怡红院，怡红院的花姑娘大大的好，我给你们拿钱，你们去好不好？啊！不，去，命令去把门给我打开。太君，这不行啊，我们的钥匙在我们大队长那儿呢。太君，那您别跟我们一般小兵见识了，没有大队长的命令，我们真开不开这门。太君，来，姐姐喝点酒。喝呀，喝喝呀。有天哥，咱跟小鬼子干了吧。对呀，有天哥干了吧。别废话，你扒开了，扒开。去吧，啊，日远看看去。哎，哥，小心点儿。好好站定岗。哎，啊，快点吧，啊，哎，走，小心点啊，小心啊，走，小心点啊。你赶紧去，又干啥去？文化，路都走不好。想袒护吗？太君，你这样说，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调查吗？你这样往死里打，那不妥吧？这次不给他们教训，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情况是这样的，你看，现在俺所有的弟兄都在给吉田太君完成那个任务，任务还没有完成呢，你万一有点闪失，俺这不好给吉田太君交代，不是？你是用吉田太君来压我吗？你这，俺可真没有这个意思。你给俺十个打，俺也不敢呐。这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俺不管了不就行了？俺走。不是，队长。林大队长。干什么呀？这是太君，太君啊！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队长，服个软，过去算了。咱们都是给皇军卖命的，凭什么服软呢？这不服？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？太君，
快去！俺都是给皇军卖命的人呐，千万不敢了。队长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弟兄们的命都没了。以大局为重啊，队长。赵乔太君，你听俺说，是俺的不对，但俺绝对不是冲你来的。赵乔太君，俺告诉你，弟兄们呢，真的都是拼命的在给皇军卖命，打两下是可以的，但是真的不能往死了打，这样你把弟兄们的心要是伤了，事情就不好办。那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？太君，一旦查清，严加管教他们。今天我给你们面子，但这件事情以后绝不能发生。还不赶快放人！快点放人呐！是，这都愣着。别害怕，俺们是来找邢天顺的。他没回来。俺听说你是在下山的路上被鬼子抓的。鬼子把我抓去了，说要去当慰安妇，是你爹救我出来的。云飞呀，云飞，云飞。想俺了吧？啊！来了！哎，谁呀？找个事来！呀，不敢胡来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当心走火！爹，你出事儿。好啊！哎呀，真好，跟土八路联合起来害你爹是吧？行了，嗯，邢大队长，坐吧。邢大队长，今天俺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救你女儿的。你就这样拿枪对着俺，帮俺救闺女？大师哥，爹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志燕被鬼子糟蹋了吧？你闭嘴！你知道啥呀？你爹俺为了救你妹妹，把命都差点搭进去。那个高桥让抓100个女人才能把你妹妹换回来，俺去哪儿抓呀？啊，俺都快急死了。秦天顺，
这就是你给日本人当走狗的结果。赵队长，俺就不用你开导俺了啊！那蒋介石几百万队伍，也不是拦不住那个日本人嘛。凭俺一个邢天顺，邢天顺，今天俺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将功赎罪，能救更多的人。赵队长啊，太远了，太高看俺了。你以为俺这个小小的保安队长，他有多大权力呀？俺只能告诉你们了，日本人呐，看得太严了，俺连俺闺女都救不出来，俺咋帮你们救更多的人呢？门都没有。邢天顺，俺就知道你会来这么一出，俺就没指望着全靠你来救人，俺们来救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俺们进入到保安大队见一下汪展，这个简单了吧？爹，你还犹豫啥呀？啊，俺大师哥为谁啊？还不是为了救你的闺女和那些妇女们啊！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啊！你和你妹妹没有一个让俺省心的。这会儿啊，也不知道志愿到底咋样了。